大饼。来了哦，手好抖。对，我手很抖。我现在跳好快。你看我们打三跳，我也要猜了。大饼，大家都好小心哦。但是钟俊跟杰儿，毕竟目前为止还是最赢的，所以小心为上。哎呦，天哪，有7万。啊，这样也喂得到。5000哦，三个劝劝。三饼。发现你们两队大同小异。南宫。哎呀呀呀呀！七条。七。七。三饼。有。8万，两组都要小心啊！你们两组钱都很高。8万，7万碰掉。5万。7万。学生都打出来，你好厉害呀！他很多的龙货，半月刀，哇，好小心啊！有力的还不先讲一下？我让你猜掉了。现在丁修通，我胆子真的很小哦，半月。眯眯眼，眯眯眼。哈哈哈！这个时候，这啥？没事。四头。抢先听牌的应如，能赶紧抢下10万奖金吗？
条，怎么有四嘛？一十七，七，嗯，哇，有，稳的答，没有赢家上车，有，好紧张哦，我超紧张，这条，哦，北风，你摸牌要给自己哦。绝招，三饼儿，剩下八张牌，冲啊，要饼。九万都在海底耶，八吨呢。要我摸到是不会打的，七八万断的，九万没吃了谁敢打？不吃你四条，我的牌都自己上。好，现在是发财一个底，自摸就是三分，再加九分，他们的奖金还要除一半，加起来是82500。85250。好，85250，恭喜他们。好，继续我们的至尊对决，三条一，发财一台，自摸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九台。创我们节目新纪录啊，85250，哇，放炮三倍，255750，哇，两倍也有175000，哇，很高。你们两个谁打？接接打，哇，因为我对我麻将可以，前面您都用掉了，我先去做了，我回家了哈。来，你祝福我吧。如果你这样摸是平，就是平，要是85000，打王家一万，你们放炮就是。三倍两倍，现在你可以选择啊，谁放炮三倍？有两倍跟三倍，三倍有一个人要负责三倍，谁？看看哪一个比较像会放炮。他们俩玩意比较差，我比较好。所以那要选容易放炮的三倍比较好啊。对，我比较容易放炮，我一向打。最容易放炮的是右手边那个会放炮。他整个就是很弱，我每次说自己麻将有多强，而且呢，他都会放开别人。每次放炮放了一个20几万，也放了一个10几万。真的吗？他总共加起来放了10几万。选小乔吧，我看他讲对机的。小乔，我一个是帮人家讲的。对啊，我就好像你是不是讲自己啊？我 OK 啊。你选他放炮。我不知道哎。他放炮三，他放炮战三倍战，他怎么可能会放炮嘛？选我。他收我三倍哦，对啊，他已经抢了。他坐哪里？坐我下，他坐你下家来。下家跟你们来坐。因为我真的不会去。会盯人家牌的，哪一个会？那我们俩，你坐，我先坐。好。啊，那我就坐你上家了。啊，不要你坐我对面啦。对，你会盯我。好可怕哦！好紧张。啊，两个平均一点啊，两个来，放过20几万，放过10几万的加油嘛，来，三十拉起来。